拥有阳光帅气外表的男星李玉玺，早前因为出演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中的欧阳非凡一角爆红，自此大男孩的形象深植人心。近期他又宣布将与吴欣缇搭档演出恶作剧之吻，重新翻拍十年前超经典的偶像剧，两人分别将挑战植树和湘琴的角色，备受期待。该剧正在如火如荼赶拍当中。不过近日女主角吴欣缇因为PO出一张和李玉玺的合照，引发广大回响。原来是吴欣缇在拍摄现场偷拍一旁躺在沙发上小睡的李玉玺，还写道我和婴儿，因为她觉得李玉玺闭眼弯着身体睡觉的模样超像 baby， 因此 PO 出了该照片。后来李玉玺还到吴欣缇的脸书留下三个空格表达无言的心情，让她回应宝宝累了。超可爱的对话也让粉丝都被逗笑了，直呼宝宝累了但宝宝不说，还有人觉得李玉玺根本是个182公分的巨婴。